哎，来了！季叔叔，季凡，老季，哎，季怎么下班这么早啊？我今天去单位办手续了，从明天开始我正式回归家庭，退居二线了。你看，我在超市买的东西，嘿，这买什么呀？买这么些？四斤排骨，来，这两斤给你。啊？什么意思？ 我不是要给那个刘静煲汤吗？我不会，我请教一下你。哦，没问题，随时，什么时候？哎，你晚上有事情？没问题，有空。那你教教我。可以，没问题啊。行行，那我晚上等你啊。好嘞，那我就走了。好嘞，哎，别，你这排骨，哎，没事，学费，啊，给我的，那不用，哎，说定了晚上。啊，好嘞，晚上见。哎，这季叔还给交学费呢。闺女，怎么样？刚才那电影看的？ 开不开心？开心。但是爸妈，我这补习课都不上了，你们这是哪一出啊？啊？能哪一出？看场电影嘛，难得的。哎，你爸订了一个餐馆，新开的是吧？火锅，你不爱吃吗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走吧。爸妈，你们真没必要这样。我知道你们是想要快点好，想要快点走出来，但是没必要这样吧。 没必要什么呀？对啊，就没必要为了我假装和好啊！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上一回咱们一家三口一起看电影，还是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。我记得咱们当时看的是《复仇者联盟》，那天我特别高兴，但是没想到你们过两天就跟我说你们想离婚了。 所以我觉得你们真的没必要做到这种地步，我没事儿。英子，你听我说啊，我们真的不是因为你才要走在一起的。我承认，我们已经不能成为好夫妻了，但是我们还是想努力，试着做好爸妈。对对对。你看前些年你不开心，我们也不开心啊。我们检讨了自己。 觉得还是想努努力，改善一下我们俩之间的关系。妈妈说的对，不光是为了你，更是为我们自己。你说这些年爸爸妈妈吵来吵去的，我们累了。就是啊。现在我们俩是新认识的好朋友，我们正在展开一段我们崭新的友谊，明白了吗？对不对？对。哎。 还是不太明白，你突然……你不用明白了。总而言之呢，你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。我们真的不是因为你才往一块走的，你就放心吧。走吧，走吧，吃饭吧。快快快，坐下吃。走走走，爸爸订的火锅。走，火锅爱吃，四川火锅。啊，是吗？对，今儿让你吃辣的。开始。开始了。啊，好。首先啊，排骨。 敏儿，啊，你也敷过面膜，给。啊，面膜啊，我跟你说，马上15分钟之后，你表哥我马上立刻脱胎换骨。你从福建来北京，天气干，你也敷一敷啊。你给我干什么呢？这是。那敷面膜呢？哎，我再交代一下啊，你看，妈妈给你多准备好了呢，身份证，好，放这儿了，准考证，不能弄丢啊。嗯。然后给你搁了一点零钱在里头啊，乐谱啊，还有另外的那个歌谱全都在这儿。嗯啊，给你带了个笔袋。好。啊，衣服在这儿，鞋子，水杯啊。
湿纸巾，干纸巾，全部在里边啊！行，你想想看，还有什么没带的？还有什么的？好像没了，没了，又没了，没了。那行，来，你再唱一遍，我这不放心你，唱的到底怎么样？哦，咪咪咪，不要咪咪咪，妈妈妈，直接就唱。 不不不，他开声了，我唱之前。在考场上，老师给你时间开声吗？不给你开声的，直接就上了。啊好。啊，等一下，你上来要先给老师先鞠个躬，告诉老师我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，唱什么歌。嗯好。老师好，我叫方一凡，我带来的歌曲是我的心脏。你鞠三个躬干什么？又不是默哀，一个躬就够了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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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知道了，知道。 老师好，我叫方一凡，我带来的歌曲是我的心脏。此刻已经开，结束了吗？当科长了，哎，莫名其妙的怎么当处长了？是不？是吧？自从过了春节，不管是孩子们还是我们这些家长们，都跟打了鸡血似的，进入备战状态了。高考已经进入百日倒计时了，这个时候时间就是生命，能考上重点本科大学的想拼一把上清北，能考上本科线的要拼一把上重点大学，大家都希望着向上爬，向高攀，希望着再努力这一百天。 命运好像就会改变了。方一凡开始了边艺考边复习文化课的生活，我现在白天开车，晚上配音，顺带还给他们做做饭。 每天都很充实，说累肯定有点，但跟家人一起共克时间嘛。攻下革命者，我们被迫发动了起义，就是要向世人证明我们还活着。自打从深圳回来，宋茜和乔卫东为了英子开始试着接受彼此，英子的状况也一天天变好。 老纪呢，也在坚持给刘静煲汤，照顾他。为了爱，大家都在努力做着原本不擅长的事情，包括洋洋也是一样。自从他妈妈生病以后，他就像变了个人一样，每天都在努力的学习。大家这么努力的改变自己，只为了让小家能过得更好，这真好。 对我们家来说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方一凡艺考成绩不错，一路过关斩将，通过了初试、复试、三试，拿到了北京舞蹈学院、中央音乐学院，还有南京艺术学院三所院校的合格证。我和童文杰高兴坏了，看来方一凡真的是有天赋，我们俩做梦也没想到，我们家会有人吃上艺术的这碗饭，一家人的努力也都没有白费。 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日子也在一天天的流逝，转眼就来到了三月下旬，这不。 马上就要一模了，过了一模，离高考可就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。
脆，我得走了。哎，不行，你今儿弄，我都给你弄的这些凉拌菜。我拿点鸡蛋可以了。不，你再拿两个。啊，只用了两个。哎呀，再拿两个。吃四个鸡蛋啊？嗯。你怎么了？哎。啊？嗯，怎么了？没事。那行，我走了啊，老弟，等会儿。注意安全啊！好，注意好。美蕾，晚饭。嗯。起来了，起来，赶快吃饭了。来了。走，妈。走。给你们蒸了个粽子，蒸了个糕，一会儿再下个状元水饺。今天一模考个口彩，两个小朋友今天高中状元啊！哎呀妈，我这一考都过了，没问题啊！你给磊儿试试吧，来磊。磊儿，不是磊儿，咱都说好了，吃饭的时候别一边吃一边看书，对胃口不好呢。磊儿，别看书了。嗯啊，你怎么了？赶紧先吃饭。嗯。表哥，我得看看，语文不是我的强项啊。语文不是你强项，你哪回没考第一？哪回耽误了？这回可不一样，这回是一模。对，磊儿说的对，我告诉你，方一凡，这一模是很重要的，往往一模跟最后高考的成绩特别接近。你们要是早升几年的话啊，那时候先填志愿，填志愿参照是什么？就是一模的分数。那我们不是没赶上吗？行了，妈，你别瞎操心了啊！我先守着三张文考证呢啊，四舍五入一下就等于我已经考上大学了。你操，瞎操什么心啊？没事啊。方一凡，你哪来的自信啊？人王一迪五张文考证，人500多分的成绩，人都不嘚瑟，你看你飘的，赶紧吃。妈，你看你又拿别人跟我比，都说了咱们家是鼓励教育，你天天这么打击我，我这没法好好学了。我想我饭就不吃了。哎，走了，磊，收拾东西走。这磊儿，走了，上学了。哎，嗯，走。磊儿，拿两个粽子走。行，我，好，太多了，小鱼，包给你，来，走，妈，我走了啊。这么多谁吃啊？你，妈，怎么是您在做饭啊？我爸呢？啊，这饭都是你爸做好了的，我就是帮着热一下。你爸上班之前不得买菜吗？所以他就搭方圆叔叔的车先走了。啊，好，我来吧，您快去躺着去啊。啊，没事。妈，你想吐吗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洋洋，你甭管我了，赶快去吃饭。今天是不是一模考啊？赶紧吃了饭到学校，别迟到了。妈。你这半个月了，天天这样，一天比一天严重，头发掉的也多了，我这看着实在太难受了。化疗嘛，就是这样，别担心啊，这不有止吐药吗？吃了就没事了。你快去吃饭吧。哎呀，别让妈妈着急了，妈妈都没劲儿跟你急了。快去，听话。
你怎么又买这些油吃麻花的东西啊？英子爱吃，爱吃也不能天天吃，这不利于健康。啊，行，明儿换啊，明儿换。哎，孙天，干嘛？干嘛？哎呀，孩子看着呢。我能不能给你提个建议啊？干嘛？你有什么意见，你跟我直说。你说你老拿你那眼睛咔嚓咔嚓的，你白我，你这算什么意思呀？咱们俩现在是朋友，关系要融洽。你回头让英子看出来了，那怎么办？爸妈。哎，英子。哎，来，快坐，吃饭了啊！吃饭了。怎么样，闺女？昨晚睡得好不好？挺好的。你现在药量减半了，入睡没问题吧？好像也还行。那好。吃。你不吃那个呀？我爸这两天天天又是油条又是甜甜圈的，太油了，糊嘴。你看，这可不是我说的。嗯，换，明儿就换啊！我给你拿点糖去，蘸点糖吃。明天就换。爸，嗯，您这天天的恨不得三顿全在这儿吃了，晚饭您来也就算了，早上您也来。还起那么早给我排队买，您累不累啊？不累，这楼对楼的多近呢，那累啥呀？来，给你白糖啊。你爱吃你吃吧，啊，你自己吃。对，你来一个，你吃这个啊，这上面有一小枣。哎，好，你吃你的啊，嗯，你爱吃油条。好，谢谢，好。爸妈，要我说呀，你们就别整这形式主义了，爸您就直接搬过来住得了。哎呀，爸爸妈妈还没有复婚，爸爸搬回来，这是什么事儿？就是，我倒是想让你们复婚啊，那你们也得复啊。如果你们复婚的话，我举双手支持。啊？那个什么，哎，抓紧时间吃饭吧。啊，对，今天一模相当于高考，可不能迟到啊！是，吃吧，要不然就凉了。对，别再说话了啊！别再说话了。我不说，来，闺女。哎，你这想什么呢？走，看路，走路看路。哎呀，服了你了！哎，哇！哎，你慢点，我让你走路看路，你看你真不小心。这干什么呀？我跟带个瞎子冲而已。表哥，我正备孕二楼去重点呢。哎呦，表哥，我背到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你背到哪儿了？我说你今天太奇怪了，你不像是个学霸，像是个学渣。就你看你刚才背那什么呀，《岳阳楼记》，我早就背下来了。哎呀，表哥，嗯，我能考好吗？这回？你问我你能不能考好？来人，你别给我神神叨叨的啊，正常一点。走，考试去。走。表哥，你说我能考上清华吗？莲儿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就是一次一模考试，它决定不了什么，它既决定不了你表哥有没有大学上，也决定不了你能不能上清华。再说了，你肯定考得上，你肯定考得过啊！你别想那么多了，想那么多干嘛呀？哎，不是，你看这么多人，你这动作好看吗？还敢往那么高站？你再掉下去！走。哎呀，走了。没事，好。大家好。哎，赶紧。哎，李老师，你这又是搞什么实验性动作？模拟考懂不懂？不是，我问你掐表干啥？哎。模拟考模拟什么呀？你以为只模拟高考题呀？哎，那还模拟什么呀？模拟高考节奏呀，让他们从进考场开始啊，就得紧张起来。哎，你好，你要高考迟到15分钟就等于自动放弃啊，要让他们从现在开始就得有这个意识。为什么每年高考那么多学生迟到呢？普学高中3年，最后全耽误在这15分钟上了。不是也是啊？嗨，李老师，潘老师好，好。嗯。这乔英子最近情绪好像好很多了啊。确实不错，
我听说最近他爸妈呢关系缓和了不少，经常一起接他放学。嗯，快点快点，小燕，快！哎，杨洋，赶紧的。哎，你们班戚洋洋感觉完全换了个人啊！好好好，快点快点。家长会啊，我跟他爸聊过了。这孩子挺可怜的啊，但总算知道学习了。嗯，那就不错。我有压力。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。你们俩能不能快点啊，磨磨蹭蹭的。老师，你看人走多快，还在那磨蹭。是，你看老师脸人压力比较大，我开导开导。脸儿不用紧张啊，不用有压力，知不知道？你就放松，正常发挥没问题啊。我走。快进去吧。方一凡，那你倒是一点不紧张哈。这大学生紧张什么？我走了，快快快，走走走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可别嘚瑟啊！一模考试成绩出来，你再说。我跟你说啊，哪届皮猴都没他皮，这方一凡。快点快点，没几分钟了、啊。赶紧抓紧，还想不想高考了？磨磨蹭蹭的。快点，没几分钟了，快点。快点，快点。还有吗？还行。这个春天太冷了，倒生寒。嗯，可不，感觉这个冬天怎么过不去了？是，是冷着呢。阿元，嗯，你开车习惯吗？哎呦，习不习惯他都已经开上了，那怎么办啊？哎，还好现在有个配音的活儿啊，有时候还能下在地面上干点活，不用老在车上待着。嗯，我要不是因为开着快车，还真不会认识那配音导演。你不认识那配音导演，还真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方面的技巧。哎。配音伤嗓子，保护嗓子啊！你啊，没问题。是不是童文杰每天给我泡一大杯的泡男孩，金银花，真是挺快的啊，这日子过的。哎，你现在这个当到这个二线，我看你每天也挺忙的，照样上班啊。哎呀，跟一线的工作节奏差不多，我主要是把心思全放在刘静身上了。我前两天碰上刘静，我看她这脸色好像还是不太好啊。嗯，别提了。这个二期做完以后反应特别大，刚才那个杨洋给我发微信说早上又吐了。哟，癌症病人做这化疗还是挺痛苦的，但这吐正常吗？你问问医生。医生说了正常的，就是看着他太难受哎，媳妇儿，怎么了？哎，方圆，你开车呢吗？啊，我开车呢。没什么，我就是，哎呦，我这两天老是有这种情况，早上一起来头挺疼的，然后有一点晕，就不舒服，我也说不上哪儿不舒服，然后这胸口有点刺痛的感觉。你是不是累了呀？早上起猛了，还是有点感冒？不知道啊。要不然你这样你喝个那个 VC 的泡腾片啊，再睡会儿。行，我再看看吧。啊，不行我就去医院去查查，别到时候感冒传染给孩子。那行，要不就去看一下好吧。啊，你有什么情况跟我说啊。好，我就开车。好好好。文杰生病了？你没有，他早上起来就感觉，也是脸色不好，说不舒服，累了，估计是亚健康。你这个药啊，不能瞎吃。嗯，咱们这个岁数了，有什么毛病一定要赶快去医院去查一下。嗯，应该没什么事儿，喝个维生素 C 应该先躺会儿呗。不行不行，我觉得还是要尽早的查一下。你说刘静吧，要不是发现的早，麻烦可就大了。
哎，童杰。您看一下，我这头疼怎么回事儿？还有这个胸口这边这个胀。你呀、啊，来错地儿了，不应该来我这儿看。你呀、啊，去妇产科，你怀孕了。只要监考老师喊停笔，大家就一定要马上停，即使你没写完也一定要马上停，少写两个字丢个五分十分的啊，但是要算成作弊，你这一科分数全没有了，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。现在开始收卷，收卷的过程当中啊，千万不许离开座位。哎，你们今天语文考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我今儿作文跑题了，我也考得不太好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考完一门扔一门啊，别在那儿对了，对完又不能去改，对不对？还影响下一门发挥。走了走了，我们一会儿要不要去那个去复习一下数学啊？哎，洋洋，你跟不跟我们去复习数学？我得回家陪我妈，你们就别管我。哎，洋洋，你记得下午考试的时间。掉了！哎，行了行行，走吧，去图书馆。走走走，表哥，我就不跟你们一块去了，我想自己复习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语文没考好啊？愁眉苦脸的？也不是，我就是心里有点乱，我先走了。哎哎，哇，你干嘛？你把磊儿怎么了？我把他怎么了？你怎么不问他把我怎么了？别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不过我说他紧张，今天早上连饭都没吃。哎，你说你们学霸有什么可紧张的？你是不理解，这学习越好呢，压力就越大，大考呢就越担心考不好，就怕自己从那神坛上掉下来。我说你们学霸就太奇怪了，你说考好了吗？你们紧张，考不好你们还紧张，这学霸的思维啊，和我们这些学。和我们这些普通人、正常学生的思维就是不一样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早上磊儿问我说：“表哥，你觉得我考得上清华吗？”哎，当时我都一愣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那冬令营的事儿呗。上周结果不是出来了吗？他是不是没发挥好，最后没通过，所以就……不不不不，没通过就没通过，他的成绩自己也能考。有什么好愁的？你看，那桃子不也没通过吗？我的分选的余地还挺大的，我又不是非清华不可。可磊儿不一样啊，他不是一直都志在清华吗？所以压力大很正常，理解一下。嗯。方一凡，我看到你那艺考名次了，考的也太差了吧。你说这干嘛呀？你不好好复习，你在这儿还聊天。我聊天，我不复习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可跟你说啊，你要再不抓紧的话，你很难考上的。怎么着？你是我妈呀？啊，还你是我爸呀？啊，你又什么都知道是吗？鲶鱼精啊，什么都得管是不是？什么事儿都跟你有关系？你是学校招生办老师是不是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拿到证了，我就肯定能进。我跟你说啊。我话都说这儿了，你爱信不信，反正我已经是大学生了。
先恭喜你啊，你怀孕了。不过你刚才说这是计划外的，如果真是这样，你最好还是和你先生先商量商量要不要这个孩子。35岁以上啊就属于高龄产妇，你看你今年43岁了是吧，肯定还会出现一些问题的，妊娠高血压呀、糖尿病呀、甲亢，还有产后出血等等。不过我看你这些血象的检查都还挺正常的。妈妈先表扬你，取得这个成绩不容易，之前付出这么多，非常辛苦，也看到了成绩。你不要说但是啊，千万不要说但是。但是，妈妈摆事实讲道理，妈妈给你分析一下，以你现在这个分数，以一模的分数，你觉得你拿这3张文考证有用吗？否则呢？否则呢？你自己看看。那音乐学院招生名额36，但学校一共多少人？160张文考证发下去，你排名第73。你的这个排名意味着你高考必须要超过37个人这个考分，才有可能打擦边球进去。划重点，擦边球。舞蹈学院呢？舞蹈学院你排名是108，人家只招多少？人家只招26个。你自己算算，虽然拿到这张文考证，但是几乎没用啊。我那天看见王一迪妈妈，你知道王一迪考得多好吗？北电中戏专业排名前15啊。最重要的是人家文化课占优势啊，人家分这么高，那最后肯定2家院校抢着要他。你说说看，妈妈看你这情况能不急吗？那我这南京艺术的成绩还是不错的。哦，那你要愿意去上，妈妈也不拦着你啊。那咱们就不用太努力了。这不行不行，我还是愿意在北京待着。啊，那照你这么说，我这3张证都白拿了。可不就是白拿呢？拿了3张文考证，你看你嘚瑟的，这几天花了多少心思在学习上啊？我不是不鼓励你，方一凡。一模马上到这个高考就70天不到了，你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你如果真的觉得这是你的事业，是你的梦想，是你要为之付出一生的，那你现在必须破釜沉舟，你得把吃奶的劲给我使上来，把文化课给我搞上去，否则就是没学上，听到没有？除非你跟我说，妈妈我无所谓，我进哪个学校都行，那咱们不努力，我也保证一句话都不说你，好不好？有所谓，那就是他们老说我这个没大学上，那个没大学上，我有点自卑了。这不突然来的惊喜，我一没刹住闸，我就有点小飘。哪是小飘，你飘厉害了。我告诉你，方一凡，文化课你绝对不能掉以轻心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啊，听到了。明天理综，你晚上晚会儿睡，赶紧把卷子做了。做完以后我看。做不完别睡了，听到没有？好。加油，加油。雷儿，小姨看你今天早上吃饭有点不太正常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有，我挺好的，小姨。你肯定有心事，脸上都写着呢。你这几天心神不宁的，是不是因为上周出了那么多事儿，压力特别大？怎么了，雷儿？跟小姨说说。小姨，你知道我妈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吗？你妈最大的梦想？嗯，我记得她小时候跟我说过，她小的时候是清华。妈妈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考上清华。
所以小爷，我一定要好好努力，好好学习，我一定要考上清华，完成他最后的愿望，这是给他最好的礼物。他跟我说过，雷儿，如果考不去清华呢？我就是怕我考不上。雷儿，你听我说，就算考不去清华也没有关系。你妈妈最大的梦想就是你健健康康的，只要你活着，就是她最大的梦想。但是小姨相信你一定能考上的。你成绩这么好，有什么理由考不上呢？是不是？我怕我万一发挥的不好，或者……雷儿，没有万一。小玉问你，未来两个月你首要任务是什么？你好好想想回答我。好好学习，好好休息，只要你身体健康，吃好喝好不生病，雷儿，咱们稳进清华。之前的事都别想啊，别给自己压力，知道吗？嗯，我知道了。不要怕自己有万一，你不可能发挥失常。你不能老往那方面想，你要给自己减压。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别去想它，包括妈妈的梦想，这都是压力。啊，不要给自己这么多的压力，不要一天到晚的学习。你现在要放松，要休息，啥都别想，只要你正常发挥。咱九月一号清华报到去。嗯。我以为你睡了呢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跟你说了，我去配音啊。去配什么了？啊，还是太监。怎么老让你配太监啊？皇上喜欢奴才呗。讨厌。不是，我这声线主要是变化比较多端，你知道吧？我还配了个将军，将军是粗声的，太监是细声的。哎呀，累了。我跟你说，嗯，我今儿找方一凡谈了一下，嗯。我说你别掉以轻心，别以为拿了三张文考证就万事大吉了。没错，就以你现在这个成绩啊，高考还是没戏。是，那个他别以为啊，这妥妥就能上这个艺术院校了，是吧？然后我今天早上呢，我觉得磊儿有点反常，我就找他聊了聊。嗯，磊儿心里压力挺大的。为什么呀？我姐之前的梦想就是上清华。哦，我想你得跟孩子说啊，那梦想是梦想，你想想就行了，不上清华你还能死去啊，对吧？不能当压力，你知道吧？行，我洗个澡。哎，嗯，我还有个事儿呢。嗯，怎么了？说。你过来坐。你说吧，走了，我这衣服脏，我坐床上。我今天去医院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怎么样啊？我身体出了点状况。怎么回事啊？说呀，怎么了？怀孕了，从来不会追梦落空，命运之光找回我，越挫越勇，哪怕要从高处俯冲，这路摇晃唤醒我的真容，乘风踏浪，
像野马般拖着，织机梦中的长空，如一望无涯，你的笑却灿烂如夏，你消失的。